们不要把冰柜抢下，我们我旁边有一位比较年轻一点的，是你吗？这位就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大家说我们把主持人绑上好不好？不要把冰柜抢，好不好？同不同意？对，你看我一说绑主持人，比绑丁会长的掌声还多。我觉得丁会长，我跟你也没仇啊，你怎么拍得这么欢呢？尤其是丁会长非常喜欢绑你，对。丁会长说不是绑他，要绑我，所以他高兴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把主持人绑起来。我需要配合你的工作。这样你不需要，现在你已经不是主持人了。这是我的武器要交给你。不对，你交枪不杀。来，我们把麦放在这里。那首先呢？用这条短的绳子来，丁会长，把我们的主持人来把手伸出来，这样子来打一个结，绑好，绑紧，对，打一个结，好，背到背后，背到背后，来，对，这里打结，绑紧，大家现场我看有很多人哈，大家一定要盯住了哈，看我们丁会长，把他一定要绑紧。来，绑好。我要强调，我以前跟丁会长不认识的，我们这两天才熟了的。对，我们来泰国才见到丁会长了。来，再打多一个结，这样不紧，对，这样一挣就可以拖出来了。对，来这样，丁会长，咱们两个一起来把它拉紧一点。哎，再拉紧，再拉紧一点。好，这样够不够结实？如果要是这样子把您绑上，你能结实了？我解不了。如果要是把您都解不了哈，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好，我们丁会长绑得非常结实，在我的帮助之下。来，那这里呢还有一条长的绳子，我要跟丁会长一起把它绑起来。当然要。丁会长，我们现在已经打了很多结了，那下面呢还有这么长的绳子，这样你把他的脚也绑起来，让他好跑不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把脚也绑起来，来，多转几圈，多转几圈。很累呀。来，对。来，这样，丁会长在这里打结，绑紧，把脚也绑住，好不好？哇。不但手和胳膊全部绑上，连我们的脚也绑上了。这回我们的主持人一定跑不出泰国了。来，这样我们还有一个道具，怎么样？绑紧没有？绑紧了，绑紧了。哦，绑紧了，来检查一下，来转一圈，还能？我还能。来，慢慢的，一点点转一个圈，给大家看看，绑得够不够紧？够紧的话，给一点掌声给丁会长，好吗？看来他以前经常绑人，很熟练。来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帐子，拿出来。好，首先我们要看看帐子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来，你先进来，你要先进来，对，你要进来。好。好，我们美女主持人已经进去了，那下面呢还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我们。丁会长，我想请问你，身上少了什么东西吗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我的衣为什么会到他身上？衣服没有了。来，赶快，我们要转一圈看一看，结是不是你打的？看一看后面手上是不是你打的结？是不是？结，那绳子是不是在衣服的外面？那为什么你的衣服会没有？这个问题很严重哎。不知道。而且关键是刚才我们好像数一二三，衣服没有了。那如果要是数一分钟，没有了，一分钟也没事了。
了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这样的情况下，丁会长没办法了，今天你把他带走吧。没办法了，你把他带走吧，没办法了，你绑起来了。丁太太不在，我才敢的啊。行不行？大家同不同意啊？同意吗？同意给点掌声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那这样，丁会长，您拿着麦吧，我帮您解吧，好吧？解开。